哎呀，这楼什么时候盖的？怎么平白无故就建了这么一栋楼啊？这宝月楼美轮美奂的，皇上让我们来赏美景，也不知一会儿会带我们去何处赏。 皇后娘娘到，请吧。皇后娘娘，诸位主，请吧。皇上在楼上。皇上还未到呢。咱们先上去吧。 这宝月楼看起来都是韩部的纹饰，莫非这是皇上赐给韩氏的？他不是有承乾宫了吗？还要这宝月楼做什么？皇上果真如此厚待他吗？奴婢给皇后娘娘请安，给各位主儿请安。玉壶姑姑。 皇上命臣妾们到宝月楼赏秋，那皇上怎么没来啊？皇上尚有要事。这宝月楼是皇上给韩主儿所建，今日才请各位主儿来赏景。除了宝月楼，皇上还在宫外与宝月楼遥遥相对处建了祈福寺。皇上也太偏疼韩氏了。各位主儿，请随奴婢来。 各位主儿们，请看，那就是祈福寺。韩主，这祈福寺是皇上按照您家乡规矩所建，您还喜欢吗？韩部地处偏僻，皇上已令您部中老幼妇孺移住京城街巷，与祈福寺相对。今日皇上还安排他们进了宫，您愿意见一见吗？什么？太好了，玉壶姑姑，快让妹妹族人过来吧，妹妹呀，一定很想念他们。是。 进中，快请韩部族人。各位快请。哎呀，走走走！相见相见了，主啊！主啊！主啊！我在这里等你啊！主啊！我在想你了，主啊！见到你了，见到你了！主啊！主啊！终于见到你了，主啊！主啊！终于想你啊！为什么？ 为什么要来这儿？这么多老老少少，成何体统？皇上怎的如此厚待韩部，让这么多人进宫？相见公主，皇上待我们很好，给我们建了祈福寺，给我们建了漂亮的房子，安顿年老的婆婆，还给我们看病呢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公主，是啊，公主。 皇上对所有的子民都是这样吗？还是因为我故意做作？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
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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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怎么穿成这样了？朕在这儿呢。朕来了。哎，你看，皇上看中韩布，都换上了韩布的衣裳啊。是啊，我们韩布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就是。小姐。 给皇上请安，给皇上请安。都起来吧，小姐，见到族人高兴吗？你为何穿成了我韩布男儿的模样？既然你不愿意先成为朕的女人，不愿意改变你的装束。 那朕就为你变成韩布男儿，朕会封你们的相见公主为荣贵人，居宝月楼。皇上。